Hello， 各位燕鹅叫息息，多谢你哋睇呢条片同埋订阅我，我会俾心机，希望可以拍多啲片分享俾大家。我哋又翻咗珠海一趟啊，玩咗一转咧，跟住翻香港之前咧，就去咗口岸天地呢度有新商场。上次去过一次噶啦，但系咧就冇咁多嘢睇。今次咧就多咗好多店铺啊！我哋一家人咧就嚟咗呢一间叫做东北印象食嘢啊。其实我哋咧就冲住呢啲饺子而嚟嘅，咁点知我哋发觉嘅其他嘢食都系咁好味嘅，而且咧如果喺口岸嚟讲咧，佢嘅价钱绝对唔算贵啊！我哋五个人啊，好似食咗200几蚊，我哋觉得可以接受，而且咧服务非常之好啊，我觉得抵赞啊！如果大家翻香港之前仲有时间咧，其实可以嚟呢一个商场行下嘅，仲有好多手信铺卖，当然我都唔执输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啲即即周围食嘅生活短片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赞好同留言。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